味道调查员来到浙江省兰溪市，穿过悠长的古巷，凭栏眺望，兰江尽收眼底。江面往来的船只，沿江而建的码头，岸边休闲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华的商埠文化。赏兰江夜景，品特色美食，是当地人喜爱的休闲体验。红姐，哎，小曹你来了。哎，忙着呢，您这儿忙着。哇，咱为什么要挂灯笼啊？啊，我正好在布置船宴呢。哇，这个太好了，我从来没在船上吃过晚宴啊。是吗？兰江船宴是兰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每一位登船的食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次船宴的组织者赵小红大姐就准备用自己独创的层层鲜来款待自己的好友。据说层层鲜有7层，每层的鲜都各具特色。要想探秘层层鲜的鲜味密码，先跟着红姐去收获鲜味食材。哎，红姐，咱们这第一个找什么呀？就是地上走的鹅。6个月以上的大白鹅，毛色油亮，营养丰富。鹅肉本身有一定腥味，如何去除腥味变成鲜味呢？红姐说她自有妙招。哎，红姐，咱们这儿来水塘是要干什么呀？来捕蟹呀，这里是兰江蟹呀。兰江蟹啊，现在这个螃蟹已经够肥了。这个蟹笼，小哥你是几天之前放到这儿的？就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放的啊，还真是不少啊。小哥，一般这个蟹怎么看好坏啊？看肉的话就这么捏，如果是硬的那就是有肉的啊。捏是吧？对，软的就不太好。哦，就是捏它这个爪，还有捏它整个这个肚子这块是吧？行，那我们就统一标准，只要个大的啊。引兰江水入塘养殖的兰江蟹是地地道道的兰溪至鲜，清蒸兰江蟹，香辣兰江蟹、焗兰江蟹都是当地人钟爱的鲜味美食。除了蟹之外，虾也是当之无愧的鲜，油爆虾、爆炒虾、蒸虾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鲜味。收获了2种鲜味后，对食材有着执着追求的红姐依然觉得不够，还要寻找一种藏在叶子下面的鲜。这个季节采这个莲蓬有点遭罪吧？农民的丰收成果啊，把它一定要采好。哎呦，给你盖一个，这个不错。这是个什么？这是翠兰，天然的遮阳伞啊。对对对，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翠嫩的时候又采下来，五十个一掌，甜甜的。很有回味的啊！哎，很有回味，对。我要拿回家做菜。荷塘里出水的荷花娇艳欲滴，藏在荷叶下面的莲蓬就是红姐寻找的鲜了。刚刚采摘下来的莲蓬中，颗颗莲子饱满丰盈，口感清甜，回甘绵长，是非常好的增鲜食材。欢迎到兰溪吃莲蓬。鲜味食材都已收入囊中，红姐终于要开始制作她为船宴所准备的层层鲜了。肥而不腻的鹅肉，甘甜脆爽的莲子，肉质鲜嫩的螃蟹、鲜虾，再搭配上各种瓜果时蔬，红姐究竟如何将这一众食材变成层层鲜呢？每一层的鲜味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打底的是鹅肉跟风肉。鹅肉跟风肉为什么想能搭配在一起？咸味跟鲜味搭在一起就是咸鲜味。我们今天所有的菜都是原味。原味啊，不加任何的添加，这个就是我特殊的做法。您自有妙招。据红姐说，去除鹅肉腥味的最好方法就是搭配辣味食材。兰溪特有的风肉就是辣味食材的代表。风肉切断，下锅煸炒，逼出多余的油脂，这时候加入鹅肉，风肉的咸鲜味和辣香味盖住了鹅肉本身的腥味。红姐说，要想鹅肉鲜香十足，还有一个小妙招。第二层是用螃蟹，用点盐这样磨，
磨好以后水一冲，相当于跟刷牙差不多。是是，跟我们刷牙差不多就是。那咱这个螃蟹就追求它鲜味儿，所以不加任何调料。不加任何调料，吃出鲜的味道。这个时候的虾很饱满，看上去小，但是肉质最有弹性。哦，实际上一口吃了还挺满足的。是的，是的。螃蟹是红姐准备的第二层鲜，鲜虾是红姐准备的第三层鲜。将这两层鲜落在鹅肉上蒸制，螃蟹和鲜虾中的汁水会滴落渗入鹅肉中，这样鹅肉就有了虾蟹的鲜味。那第四层鲜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主食该上了。哎，玉米跟红薯啊。为什么咱这层要放玉米了呀？蔬菜里面这两个是最不容易熟的，蒸汽把它串熟。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食材混搭在一起做成这个层层鲜的呀？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食材，放在晚饭吃的话呢，相对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又很少，营养搭配也很均衡。玉米、红薯作为第四层鲜，可以很好地吸收鹅肉的肉香和螃蟹、鲜虾的鲜香。而第五层，红姐则放上了菌菇。菌菇经过蒸制后，会释放出菌类自带的鲜味。第六层是时令蔬菜，因为蔬菜容易熟，所以才安排后放。红姐说，层层鲜的最后一层，要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这豆腐是要打散吗？要打散。这一层是算最上层吗？最上层。那这个豆皮是有什么作用啊？豆皮我们等一下把它包成一个一个小个的豆腐包，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一定要放平。哦，往里裹。是吧？然后三个手指。哦，是不是跟叠春卷似的？有点雷同。是吧？用豆皮包裹肉馅，制作出小巧精致的豆腐包。在均衡营养方面执着研究的红姐创新出这道层层鲜，她希望可以通过层层鲜将多种营养融合起来。上蒸笼，我来问。上笼之前我们要还有一件事要做。哦，对了，红姐，咱们之前采的这个莲子还没有用到是吧？是的，在这个鹅肉里面我们再加一点莲子更加鲜，最后再把这个鲜味给它激发一下。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当地所有好的食材都用上去，蒸半个小时左右。第一层的鹅肉肉香十足，第二层的螃蟹，第三层的鲜虾，有着肉香和鲜香两种滋味。第四层的玉米、红薯甜香软糯，第五层的菌菇味道鲜美，第六层的蔬菜清脆爽口，第七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包豆香肉香十足。七层美食是红姐对家乡物产的自豪，也是她对美食的巧思，更是她对朋友之意的重视。鹅肉的香味非常的足，入口很绵延，越嚼越香这种感觉，而且这个肉丝毫不柴感觉啊。而且这个鹅里面我们加了蓝鳍风肉在里面。风肉，对，难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也是一个原汁原味，又相互交叉又相互分开，是的，所以吃上去都特别鲜味。精致的美食在夜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诱人，欢快的鼓点，洋溢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位船上的食客。船宴承载的不仅是美食，更是浓浓的友谊之情。